哎，大鲨鱼，来，就是你，我这三级的啊，狙死你，狙死你！哇，这把太爽了！我操！哎呀，我靠，怎么了？我死了！尝尝。嗯，哎呦我，哈哈哈哈！好的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来玩潜水员戴夫啊 ，Steam 好评如潮，近10万条，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啊。咱们扮演一个胖胖的潜水员，白天呢下海捕鱼，收集各种食材、鱼肉，甚至能去深海打鲨鱼。晚上把带来的食材做成寿司，开店赚钱，赚到的钱呢还能再购买武器升级、强化补益装备、打各种 BOSS， 获得稀有鱼肉，再回去做成寿司，这么一卖啊，嘎嘎赚钱啊。总之超级好玩，而且 DLC 新内容啊那都是免费的啊，什么挑战新 BOSS 哥斯拉，什么鱼方暗影、梦幻联动，唯一一个付费的 DLC 啊就是角色。船只皮肤之类的，还有比这更良心的吗，兄弟们？那咱们今天啊，就来带大家体验一下这款下海捕鱼的神作游戏。对了，在这条视频底下，通过置顶链接领券购买这款游戏，会比 Steam 商店还要划算一些。等一下，大家先别着急下单，看完视频再考虑要不要入手，好玩再买。那咱们直接走起。咱们的目的是下海捕鱼，捞鱼上来，用这个鱼去做寿司，开店赚钱，非常有意思啊！先走，咱们先下海潜水去。哎，带好了装备，出发。咱们有氧气的啊，开始捕鱼。瞄准发射，哎，这么近呢，瞄准发射，哇、哦、拽到一条鱼，拦倒掉啊，就是捕鱼，这么个捕鱼非常好玩啊，捕着鱼品质越好呢，咱们那个肉的食材就越完美，再刷一条拦倒掉，走，咱们回寿司店了啊，来了寿司店，哦，怎么了，突然地震了啊，不，这是海震了，有大鱼是吗，啊，他砸坏了，给的店还没开始呢，得做点买卖赚修理费，再去抓七条，抓七条，好，咱们修理店铺要100金币，现在负100，抓七条鱼，走，第一个任务，冲冲冲，来，咱们去抓鱼了啊，随便抓七条，哎，你，哎，一条，哎，这个抓鱼应该也是有图鉴的啊，然后咱们身上也有负重上限，好像不能抓太多一次性，哎，这有大鱼，大红鱼。抓，我靠，抓不到，那是大红鱼，挺猛啊，哦，现在这个鱼叉不行啊，抓不了，只能抓小的，这什么鱼这是，哎呦哎呦哎呦 QTE， 哦，这是大鱼，好了，七条鱼够了，狮子鱼，哇，这狮子鱼主动攻击，抓，哎呀不行，再打一下，抓来，好了，如果超载了速度将会减慢啊，如果超出了一定重量就不能再装了啊，这有个绿色的锅是什么，红色的锅，打开，氧气不足了，快跑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忘了氧气了，哎哎靠，12，快快快上快上，别打了，我他妈没氧气还打，能行吗，2 1，极限，我靠，回去了，咱们先添加料理啊，先看看今天要准备什么什么菜，能准备10份蓝岛教寿司，来确定10份，再加再加，继续加，这个多，全部加入小圆翅啊，没了，别搞太多会浪费是吧，营业结束之后剩余的料理将会被废弃啊，那怎么办，那就加俩这个，这两个就不加了，移除，哎，移除就直接废弃啊，我靠，那只能替换了呀，那我替换成2个吧，那也废弃，我已经加入了，那不行了，已经不能改了，已经改不了了，那只能这样了，行吧，开始啊，然后给科波拉整个绿茶啊，咱们还得给客人倒饮料啊，慢慢的啊，倒到那个绿线那边啊，我操，把它超了，哎，完美，然后过的以上就会支付更多的钱啊，他是做饭的，我是服务员上菜的，好，做好了，拿料理，好，冲刺，快快快，冲过去，给他，啊，怎么走了？不要了。不能回头，只能丢掉，我吃了不就完了吗，服了，我饿了呀，完了，给丢了，真浪费，来吧，咱们开始营业，好了，开门，今天这个食材是在这儿啊，来人了，先一杯，先倒一杯绿茶，好，完美，做好了，给他，是一个一个做，这厨师比较慢啊，现在以后还能雇人，现在只有他一个厨师，这个做了，来，给你给你给你，咱们还得收拾桌子啊，擦擦擦擦擦，给吃完了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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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快呀，做的还挺快的，完美，继续倒茶，倒茶能多给1块钱小费，哼，大夫体力就是这样练的，哦，我这还有这么多没有卖完呢，就完事了吗，难道完了完了，浪费了好多啊，今天浪费了好多吃的呀，白抓了，
也行，明天咱们少整点，走吧，先说吧。哎，今天哎，这有个箱子，有宝箱。哦，水下小摩托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保命的时候用啊。这啥？哦，快速回到逃生舱，最后一条。好，该撤了，该撤了，实在是拿不了了，走走走走走，逃生舱啊，还有需要一段时间，多长时间？快来呀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吓死我了！今天最大鱼是这个70厘米泰坦斑鳍鱼，一大堆鱼，发往水槽。蓝洞的鱼攻击性格外的强，把枪支带进去，武器制作商达夫，走，继续下潜。下午了，再下一波。哎呦我操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那什么鱼那是？我靠，还咬人呢！这是养吸氧的吧？补一下。哦，操，直接回马了。哎，麻痹棍棒，麻痹棍棒，电击效果，捶打有一定概率使目标麻痹。我看看，麻痹，怎么不麻呀？麻。哦，这哎，麻死了，一星的呀，这是，因为他直接打死了，所以说他变成一星的了。该回家了，该回家了，不能太浪了，走了。啊，是拾取武器达到一定次数之后可以完成设计图。该营业了，该营业了。先添加菜单。哦，等会儿有绿色箭头。哦，能强化料理，强化料理，卖客人钱更多。要同种类的鱼可以强化，强化。能强化就强化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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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穿Nike的。哎呦，我打上碟了。强化了啊！开始营业，本来也没多少东西。转吧，等会儿先放料理，然后这边倒水，停，完美。哎，100金币攒到了。哎，修理了。哎，这有武器箱，这有武器箱，开一下。哦，强化鱼叉刺，鱼叉伤害加4。哦，然后我们还有枪，有枪了啊，抓，先抓点鱼。哇，这变成铁链子了。抓大鱼，这什么鱼？这鱼总能在游戏里见到。啊！我靠，抓不到身上，他死了，只能跑下肉了。等会儿有气，等，啊！开枪，死！不行，氧气不够，扔点东西，太重了，快！哎，完了，这不完了，感觉这把凉了，他2了，快一，快叫啊！0，啊！完了，这么一点机会不给啊！完了，只能拿一个，我很难受，我只能拿这个桶水母了，巨难受，浪死了。寻找鲛人族遗物70米左右的时候，找到遗物了，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！我靠，这大眼珠子，多大海怪啊？大章鱼是吧？大乌贼，这么大乌贼。哎，我操，还放屁！哎，大鲨鱼，来，就是你，我这3级的啊，狙死你！哇，这把太爽了！哎呦，这是收获最多的一天。OK 了，那今天这收入18个蛋黄水母，疯了！今天全是名贵食材啊，可以招员工了啊，雇佣员工，先上传招聘公告，传单0块钱，开始招聘，哈哈哈，啊，免费的。哇，这个水底还变了。哦，武士刀，我靠，我都要走了，你给我个武士刀，不行，我得试一下啊。来，泰坦扳机就是你。哎呦我操，我操，2刀就死啊，真猛啊。先升一下库克斯大白银了啊。哦，来人评定咱们的餐厅。哎呦我，这鱼都给你翻白眼，什么事儿？哦，通过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鲨鱼？我靠，巨型大白鲨！我没枪啊。这有枪，换把枪，先换把枪。这是啥？我没枪啊。哎呦我真吓人呐，我靠。刚刚换把枪吧，我感觉我光靠鱼叉叉不死。啊，安装型传感炸弹。我靠，等会儿。拿上，跟这个行，这个也行，用炸弹炸五杀。来了。炸！我操！哎呀，我靠！怎么了？我死了！啊，没！安装！引过来！哇！再来一个！我操！炸着我！你妈的，就他妈炸着一个！懵了他，我也懵了。耶，直接这个了，麻痹，死了，五杀肉片，
下给我重死了，一个15公斤，50刀，我靠，这个还不一样了，这个50刀，这是锋利的50刀，这个猛啊！啊，还能蓄力，我靠，拿这个砍鲨鱼试一下，这都没死啊！啊，对对对，看我一刀，闪，操，闪反了。牛不牛逼？好的，兄弟们，那咱们今天这个潜水戴夫也就先玩到这里了啊，太有意思了！大家如果觉得好玩的话，可以在视频底下链接啊领券购买这款游戏，真的非常划算啊！那咱们本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